眼望落去，你觉得你见到一个乜嘢嘅动物？如果呢两只系眼，咁呢两只又系咪牙呢？咁呢一个似唔似一个蛇嘅头呢？似唔似呢个蛇嘅正面？佢两只眼同埋啲牙？咁可能其实唔系好需要想象力，你都睇到系个蛇嘅头嚟嘅。咁呢一个地方呢，就是一个宗教嘅地方，系全世界咧好闻名嘅。呢架系 Tesla 咧，喺正面望落去呢，你觉得同头先个建筑物系咪好似呢？两只眼？点解 Tesla 嘅正面同呢个国际闻名嘅宗教会堂系咁似嘅呢？咁 Tesla 而家系咪周街都有呢？一啲研究神秘学嘅人就会知道，其实一啲象征意义或者一啲符号系几大嘅能量。Tesla 嘅科技，佢用100万以下可以买到佢嘅 Model S。咁其实好多超跑咧都唔够佢咁快嘅。咁其实系咪有咩图谋呢？佢究竟系咪想做到周围都有呢啲蛇？周街都系呢，如果系呢一个图谋嘅话，佢其实系咪已经达成咗呢？希望你中意呢个 video，请你俾个 like 同埋 subscribe 我 channel，多谢。